不是为了爷，不是为了爷，不是为了爷，不是为了爷。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，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。金钱猪猪旺，小贤泪见干爹胡瓜，七字断河手阵，复合悬念。哎呀，何贝乐爷，等等我啊！狗仔哥哥19日埋伏，看到号称贝乐爷的何守正下班后，驾着布布一路往家奔去，看起来心事重重呢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爱了这个这么爱的一个女人，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。小贤何守正自12月11日保婚变，至今依旧闹得满城风雨。20日传出何家有人爆料，指何守正并不想离婚，甚至天天去找小贤，试图挽回婚姻。但对此，小贤仅以7个字回应：根本完全没联络，并表示目前都交给律师处理，自己只希望一切赶快落幕。他进来是哭的，但我自己蛮心疼的，他们就要快哭了。而小贤干爹胡瓜20日在高雄与阿翔、莎莎、白嘉琪出席梦时代跨年派对记者会，对于何守正想挽回小贤表示，其他我不清楚了，我实在没有办法替他回答什么。他现在也蛮平静的了嘛，摩拳擦掌，拭目以待，很想在工作。他说他爸爸也鼓励他能够勇敢的走出去，这样。瓜哥给小贤什么建议吗？我说要相信爱情，不要害怕。我说你就是应该要找一个年纪大的、没有小孩压力的。本来是我，但是希望小贤未来还是要有自己的小孩。他也在努力这方面，他一直都非常的希望能够走到立法院去督促，希望能通过。你有一个法案通过都5、6年了，请问女生有多少个青春可以等？娱乐动新闻，你有话要对何守正说吗？报道。